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艾克利艾尼瓦尔，来自新疆乌鲁木齐。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拍 vlog， 我的经纪人给我下达了一条命令，让我拍一个自我介绍发给他。自我介绍啊，尴尬，哎呀，尴尬。你想一想，有多尴尬？我们开始。那我该先说名字呢，还是说身高啊、年龄？谁是红？还行。Vlog 好难啊。Vlog 好饿呀、啊，这也不算 Vlog， 只是分享一下我的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拍什么。我这个人一紧张就喜欢说唱 ，OK， 我也是个 rapper， 继续，每次真是给他拍一下。老师好，我叫艾克利艾尼瓦尔，来自新疆乌鲁木齐，今年21岁，身高185，体重5斤克，爱好是打篮球。然后一个45岁的女子，老师们。等待经纪人回话。嘿嘿，刚那条已经给我的经纪人发过去了，现在就等他的消息了。哇，录得太好了，我就很满意。还有就是在减肥，吃鸡胸肉，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？我觉得不是人吃的东西。你觉得我不减肥吗？汉堡包，嘿嘿，但是确实得减肥了。他们选手的那个脸呀、啊，小的嘞，这个身子瘦的嘞，这么卷吗？现在这么卷吗？还是得减肥。我还是算胖的，受不了一点。丘比特，惩罚我，有点困。这是喝过的。Yeah， 哥们 ，Yeah。怎么这么卡呀、啊？这个电视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是，你还有钱啊？不，我的钱。睡觉。我是哪一？对，20分钟起来了。我经纪人这是不要我了吧？微信还是没收到。哎，我有这么差劲儿吗？哇，其他的咱们亚洲超星团见。大家记得给我投票，我叫艾克利亚爱你娃。嘎嘎嘎嘎嘎起的。